台上所有人的演出对于这首歌的诠释都是有意义，我非常的喜欢这首歌，开心到不得了哎！你们真的是一个好欢乐的团体，很精彩的走位的安排，哇，这是我最惊艳，热力四射，让我们记忆深刻。每周六晚间十点，《生灵之王》。哦，棒。